现在天上还下着个小雨，这云彩散得很慢，但彩虹是越来越大了。这边天空多么漂亮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钟，下着小雨，天上有云，这一片出现了一些彩虹。这是在东方录一个全景的，挺漂亮的。西边太阳落山，东边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彩虹。基本上是个半圆。姨老爷，能看见姨老爷的专业行为。看看走动的这个，这小象。